因为今天穿女装，谢谢马超的魔法书。你今天是女仆的场景，因为我好不容易穿一次女仆装。背景音乐我关掉了，已经，谢谢。背景音乐早就关了。希望你的女仆是什么样的声音？是御姐呢，还是萝莉，还是普通的比较贤惠的声音呢？你们想要自己的女仆是什么样的声音？御姐打一，萝莉打二。说想要大妈的声音，那就御姐的声音。主人，你回来了。
仙子今天也有乖乖的待在家哦。对啊，仙子可是最乖的呢。我把家里都打扫了一遍呢，好累的说。主人说要给我奖励吗？什么奖励啊？半段萝莉，前面半段玉姐。主人，你不要闹了。我好痒啊，好坏啊，居然挠我，这算什么奖励啊？不喜欢主人了。这样摸住我的头，这种感觉好舒服。嗯，早就没有再生气了。怎么，主人今天看上去很累的样子，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呢？仙子给主人服务吧，把头靠在仙子的腿上，让仙子给你放松一下。
突然感到舒服，现在觉得很开心呢。重罚生死，主人要怎么样重罚生死啊？照屁股什么的，你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吧？就放过我吧。虽然主人心里，熊子一直是个小孩子，可是。人家，你妈妈放一起来了呢。什么？你说要看一下？可是，就算是主人，你也会很害羞的啦。那，你要看什么呢？是哪里？那里？是看脚的大小，熊子现在已经穿34码的鞋了。以前记得刚刚来主人家里的时候，只有穿20码的鞋。主人，你要什么？现在都可以满足你哦。别闹了，你就这样躺着不要动，让仙子来就好了。
嘴里。接下来，主人不要动，好，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让仙子好好的再给主人服侍一会儿，别动哦。主人，你说这次你要给我奖励，你给仙子套套呗。每天都是我帮你，今天换你帮我。还是要写匹配呢，主人套得很舒服，力度刚刚好呢。
就一扫而光了。眼前是黑色的，主人耳朵里面太多耳屎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看。现在有个小请求，就是晚安李晨阳，能不能抱着主人一起睡呢？每天都是睡在地下室，今天现在想跟主人一起睡。主人的怀抱很温暖，很让人安心。小知道主人最好了，谢谢主人。睡着了，主人晚安，明天
怎么看上去那么高？打呼噜的声音呀、啊，烦死了！怎么那么烦的啦？你有没有感觉今天的饱和度特别高？是它们坏掉了，不能用了。
Thank you.
吸引的声音，但是做出来他们都不要听的。有很多，谢谢忘情人呐，谢谢亮亮君，谢谢夏亮亮。大海的声音要不要听？海浪的声音。你看我还没做它就不要浪，要浪的，要的。闭上眼睛，用你的耳朵去感受。你一个人在沙滩上，躺在沙滩上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慢慢慢慢的感觉到很舒服，很放松。
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个东西，它放得太边上了，一碰就掉了。我不播了，不补唱了，不播了。你们真的不故意的，它放得太边上了，一碰就掉了。交给我，然后我就弄出这种噪音来。要是你们开100%的音量，估计耳朵会很疼，我真的很难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因为直播的不可，其实直播要比做视频难多了，因为直播它不可，就是不可操控的事情太多了，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不是啊，这个东西放在靠边边上，我也不知道它会掉下去。放的时候，前面那个东西挡住了。我明明觉得它不会掉的，然后它就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奇怪。看上去它不像要掉下去的样子。状态的问题，是他有一个鬼，然后站在那边把我那个东西弄下来了。
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戴着你就不会怕了。好看吗？戴好应该是这样的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吓人吗？这样很吓人吗？像傻逼一样的，为什么我戴不好假发啊？为什么别人戴的那么好？好奇怪。
是洗头，这个是真实的头发发出的声音，跟你平时洗头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。是这种成本，只有轩子直播间可以做到。这一个假发就不能用了。
释怀。腰椎加法，给你擦干净哦，擦干净啦。
怎么又放屁了，主人？主人怎么又放屁了？是不是今天吃的东西对肠胃不好呀？那我晚上给你做一点稀饭。
意思。只爱着主人，因为被设定成这样。主人的敌人就是妲己的敌人。
第一次收到套餐。哇哈哈，我第一次收到套餐。天哪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天哪。觉得，哇哈哈，你是不是这个礼物是加时的？还是就是随便送我一下的？谢谢我画的两个虎牙一号，你这虎牙一号要是放在前两天送多好呀！
好理由下播不好，再播一会儿。我刚刚刚说好理由，这下播不大好。等下给你们哼几首小曲儿，等下你们想听什么小曲儿，跟我说想听什么。好的，好的。Happy to meet me.
下，越过城市喧嚣，歌声还在游走，你流花般的双眸，不见你的温柔，丢失花间春香，岁月无法停留，流云的等候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现在忘的是我最不舍的，只担心长安得不进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，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忘记了我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，只等原来是这个老公老公嘛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嘴巴一个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抱抱，被进来的抱抱，纯亲亲的抱，老公超帅，想起来是超帅，牵我手是超帅，摸头上是超帅，我的老公最棒，是我崇拜的对象，我的另类为你唱，我的乐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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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我一个虎牙一号，怎么办？我们一起挖吧。哇！小娃娃的虎牙一号，我好像是第。是以前一直玩虎牙还是第一次？你送我礼物是你的第一次吗？哇，是第一次吗？看看，可惜哇还没有贵宾呢。还没有贵宾耶，我在找，在贵宾里面找他。请你陪我啊，变成防疫了，你们还想听什么歌呢？就在这一瞬间，真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，或者继续等。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潜入深夜或期盼天明。云空的泪一如冰临接近了尘雪花，在一瞬间有百万个可能，无尽面被
差不多要下了，我今天一点就起来做点心，做到现在了。你可以下了吗？娃哈哈。每天一点半下播的。只是一批，然后还做了很多。你们如果真的要看的话，那就拿一个我做坏掉的吃一吃。留着自己吃。好的，给你们，好的，给你们，教了我自己吃，教了我自己吃。好的，给你们。挑菜的木板书，这个焦掉的我自己吃。
上有人给你们吃做夜宵吃吗？主要帮你介绍粥，然后就先离开了。还没有给孙子点订阅的，记得点个订阅。看一个徽章只需要十个小礼物。谢谢娃哈哈最后给我送的礼物，谢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东西。
记得上一下船呐、啊，上一下船。这样的，好一点。我觉得我超帅的，有吗 ？No！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学妹，觉得我可爱吗？蓝猫，我要么么哒，我要么么哒，来一个，来一个么么哒吗？就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哈。你们晚上能梦到自己喜欢的人，明天起来会很开心哦。睡得好。